Thank you.
叫伊名飞鸟。
信中华帝国，叫我们党派成立电子革命，台湾人文尊荣必有，国宝歌声放风声。这番人间上票不敌人，请何位听进酒内。代表信书，恭求者前听进酒内，恭迎尊驾机关。圣德福教授问晚，尊贤必有十福德，万里吉祥看尊贤，千年的祖父杨婆，欢迎万千福仪。请好位重点献给万万将将就者前合掌为礼，向南面恭敬尊龙，好，来继续后面的聊天迎接。用上热烈掌声，盛赞平安尊龙神威显赫，必有咱合掌面顶平安如意。啊，感谢所有值班人员，大家辛苦，多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卖亚个亚个背包，那个吉卡佛这个我原先要发背包哦，有很多。这没有以前帅，以前都是用乱丢的。可以啊，这样子丢一堆。是，真的是。那吉卡佛这块我也刚跟他。没有了。七交宅明星接送平安尊龙you
等一下，好。
Thank you.
我老威啊，你不管你是要出征，还是要竞争，好时间别让，小心别来到家。
贵宾安全的收台，邀请主理啊，遍地的主理，在开垦啊这个经济发展的需求，开垦之余呢，啊，后来我们的道德桥改名叫做光复桥，光复桥。可是，在我们光复桥还没有这个落成之前呢，啊，我们的托比公杯啊就已经守护在我们这个地方了啊，守护在我们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呢，确切的历史虽然不可考究，但是啊，统计起来啊，那年后的建起托里宫，托里宫碑啊，啊，那小红小红宫啊，那年后的建起托里宫，是否那小红姐夫两边全桥贵，背着狗泥啊，背着狗泥这个元素，所以讲，但随着他再贵气啊，开困但是呢，你大海来台，非常的无简单。今仔日这就是你一座南方的大拜拜，他的放假上山宫。会当讲建中一百六十八张椅，啊，一百六十。
起红毯啊。谢谢，在我们黄社长啊，那边是小弟，很高兴啊，可以过来跟我们拿一张牌子，我们小朋友们，谢谢。我觉得做多一块就要比较轻松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。对，可以有角色。我那天有遇到一个阿伯，然后他是天全部都穿同一套衣服，对，他就在注重要抓嘎吉的衣服。哦，他没有洗，反正他就直接这样子走，可能也没出什么汗吧。对呀、啊，不好了，因为那个也要洗澡，可能习惯这样子，他就要注重要注重要。哇，好像是直走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都很特别，就是都是不一样的。Oh. 你可以去那里拍。Thank you.
你有拍吗？有。小孩都好。去年有一个好可爱的，这个。去年有一个那个小妹妹。安静哦。往鞭炮那边做。
Thank you.